飞向森林里，在光线中穿行，遇见最好那个人，候鸟和森林约定，勇敢的回应，然后我的世界也变轻，我心里甜甜，这边厨房没法做西式甜点，但是这个糍粑上我放了好多红糖，保证特别甜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今天多亏了小静呐，我都不知道你口味变化这么大，什么时候爱吃肉了？奶奶，静歇她就是我的普通同事，她哪知道我爱吃什么呀？我看普通同事可不会用这一对的手机壳哟。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懒得换而已。来吃饭。谢谢。再见。我帮你切啊。不用。来来来，吃吃吃。真的要动刀啊？会不会是病死啊？这些绿翅鸭尸体都是在同一片洼地里发现的，病死没那么巧。眼睛和嘴巴旁边都没有血迹，不符合病死特征，需要解剖才能确定真正死因。这是克百威农药。克百威毒性大，一包能毒死20只。绿翅鸭是三有动物，非法狩猎20只以上野生动物就可以立案。快报警吧。你们反映的这些情况其实我们早就有记录了，这里的湿地呢鸟类密集，早些年偷猎者是更加的猖狂。比较常见的偷猎方式就是射网，一种叫翻网，就是提前找一片有水的地方架好网，放几只家鸭进去当煤鸭。什么是煤鸭？就是引诱绿翅鸭的诱饵。鸭子是群居动物，看到同类就会过去。说的没错，通过这种方式啊，一网就能抓到几十只。还有一种呢叫粘网，就是在芦苇荡和林子里下网，鸟飞的时候啊撞上去就下不来了。这么多年我们和偷猎分子也算是斗智斗勇，他们反侦察意识也很强，看到有我们的人和志愿者就不会过去捡，就算抓到投毒他们也会说是在撒农药，抓到在捡鸟类尸体又不承认是他们投的毒。湿地芦苇荡视线遮挡的厉害，执法难度不低。既然偷猎者是惯犯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贾三。你们都认识？我和小雪跟贾三打过一次照面，当时就觉得他行迹特别可疑，然后追上去查看，结果反被他骂了一顿。我们警方破案需要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链，从嫌疑人买药撒药捕杀到处理销售等各个环节我们都需要取证。这里的地形复杂，我们的警力也不够，
除非能将贾三一伙人赃并获，要不然的话很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既然已经知道投毒的人是谁，那就可以抓住他。听说贾三神出鬼没的，想要抓住他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他既然投了毒，今天就一定会去捡尸体。我只要在洼地守株待兔，至少能确认偷猎者是不是贾三。不行，美人姐，这太危险了，要不我们一起去。嗯，人多目标大，你们又都是熟脸，万一被贾三发现，提高了警惕，下次想要人赃俱获就更难了。但是你们想想刚才那只被解剖的绿翅鸭，它的胃里并没有食物，只有沙粒和毒药，洼地在缩小，对他们来说觅食本就更不容易。他们饥肠辘辘，本来只是想找口水喝，谁知道却把命丢了。不该是这样的，这里本应该是他们的家，所以这件事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。早一天抓住偷猎者，就少一只死于非命的鸟。黄昏是第一个鸟类活动高峰期，贾三还不来，难道是在等清晨的第二波高峰期？也太贪心了吧。王哥，我这不给您验货了吗？我知道您那是大生意，那我再怎么凑我也得给您凑齐了，不是吗？嗨，这绿翅鸭呀，怎么能跟您那国一国二的比呢？是吧？国一国二，难道贾三还有团伙？明天，不，王哥，您再宽心我两天。这两天啊，抓得紧，我实在是不好下手啊。那还能有谁啊？就是那几个志愿者呀，啊，真的是不要命了，连我的茬都敢找，你让我逮着机会，我非让他们长点教训不可。谁呀？不要命了是吧？敢找我的茬儿，出来！谁？出来！报！快一点！谁？哎呀，怎么搞对象都有人管，真是！掐死没打着，打了对野鸳鸯，切！走了吗？还没。还没走，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你骗我！骗子！
你离我那么近干嘛？没有，辛苦你了，一路陪我走回来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要不是奶奶给你那么多东西，我才懒得走这么一趟。对对对。哎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哦，我听说乡下晚上的星星都特别亮，你看这视野这么好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在公园看烟花，你觉得烟花好看还是星星好看？你嘴角上扬，像在宣布每场心跳是恋爱的。哪一次我不记得。哎，等等我。我自己来。别怕。你说贾三吗？他有什么好怕的？要不是你来，他早就已经被警察叔叔关到局子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的计划不就搞砸了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？还有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因为想见你。这就是你的风格啊，想见就见，说走就走。小美，说是谁告诉你我在这的？李主任，我答应美人姐姐要保密了，你别给我挖坑啊。庄教授，这大庭广众的，你不能对我用强的。哀元鸟泪痣，这是我自己看的，你别想多啊。小吕还对鸟类感兴趣啊？还是因为有人去了白云。我说为什么这两天请假呢？是要去白云啊？干嘛呀？我报名参加了白云保护地野保站的鸟类志愿者。怎么，学校还不让我献爱心了吗？白猿保护地野保站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野保站怎么走？野保站那边一公里左右。哎，谢谢。美玲姐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们要不要去垃圾旁边接了一下？不行，万一我们先被贾三发现，那美人姐就更危险了。我还是担心，贾三可是惯犯，曾那么多次在水里对鸟下毒，肯定心狠手辣。美人姐说了，有问题她会第一时间报警。我们从这儿过去，跑起来也就5分钟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她回来。挖地，跑起来5分钟，水里下毒，到底和挖地的交界处。吸引力法则。什么？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完成。少拿书里的东西来唬我了，我又不想见到你，你怎么还是老是看到你？可能宇宙比你更懂自己的心意吧。你不是科学家吗？怎么不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跑到我这来说一顿唯心主义理论？我
正好在这边采药。顺路。顺路。顺路。我们这只有芦苇，没有黄花蒿。还是你敢研究芦苇了？物种相同，都有几吧。切，还说什么为了我？果然还是满脑子草，狗熊。那你慢慢研究吧，跟着我几个意思啊？巧了，我也住这儿。你确定？你们系现在这么缺经费了？嗯，你不在，老李拉不到赞助。谢谢，你先走吧，我要休息了。那明天当然是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。大美。啊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知道你要来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绿豆汤，慢点喝啊。谢谢。嗯，甜甜。谢谢啊。你干嘛？我也想喝一口。那你喝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哎，明天的事儿别忘了啊。放心，忘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明天有约啊？哦，我帮您把东西搬回屋去啊。不是，哎，你明天去哪儿啊？哎，那是大门发出的响声，别害怕。这个房间太小了，两个人待着会很闷的。还闷吗？谢谢。就住在隔壁，有事的话随时叫我。晚安。等等，你能不能稍微好，我留下来。我什么时候让你留下来的？我说的是那个风扇，少了这个。
我就在这儿，别害怕。还想听故事？又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吗？我可不想再听了。这次不是女孩，是男孩。火柴又要改卖小男孩了吗？不错不错。这次不卖东西，是讲男孩追星星的故事。追星男孩吗？那很少见。这个男孩住在一个常年阴雨的小山村，这个村子很难看到太阳，更别说星星了。但男孩忘不了某个晴朗的深夜，他看到过一次星星。星星的光芒如此闪耀，男孩被深深的吸引。天亮之后，男孩决定离开村庄，去寻找那颗星星。骗人的吧？星星能闪到哪去？男孩的家人也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男孩肯定是眼花了。这个男孩急了，他告诉他的家人，他看到的星星就跟家门口那颗繁星花是一样的。这簇繁星花是男孩记事以来就长在门口的。听到男孩的话，繁星花像是听懂了似的，在风中摇曳着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没法给男孩作证。于是男孩暗下决心，既然村里看不到星星，那就去能看得到星星的地方。男孩想沿着乌云的边缘走，这样总能走到尽头。但男孩不知道，为了找到云的尽头，他翻山越岭。可是不管他怎么走，那朵乌云总是在他的头顶上。每当男孩累了，山间的花朵就让他想起家门口的那簇繁星花，想到那个看到星星的夜晚，所以他不能放弃。然后呢？不管这个男孩再怎么走，始终都走不到无影的边界。可就在某一天晚上，他闭上眼睛，那簇繁星花突然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那是发着光的繁星花，和那天看到的星星一模一样。什么繁星花？
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和感情，讲个故事就完了。说说你，人家在你身边呢，你嫌烦；人家走了呢，你又不乐意了。你这做人还真难啊！我姐啊，咋了？她又跟我姐夫闹矛盾了？看路，这怎么还上手了？啊！哎呀，你管人家跑不跑呢？人来都来了，不是为了你，还能是为了谁啊？这又是英雄救美，又是雪中送炭。就是因为是这样，我才更需要冷静，好吗？我觉得这就是吊桥效应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恰巧碰到了施以援手的熟人，把心软当成心动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哎呀，这是心动还是心软？你能分不出来吗？再说了，这追妻火葬场呀，那我可是太期待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啥事儿啊？咋就不说了呢？哎，你开慢点。哎，我这技术你还不放心？这点速度算什么呀？拐弯喽。没发现我们吧？应该发现不了，这儿刚好是个视线盲区，看不见。你说啊，一个女生把手放到你这儿，这俩人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吧？不可能，手、脑袋这样，你再想想。那肯定是这个男生讨女生嫌，被女生给推开了呗。不可能，这俩人很熟。很熟啊？那很熟，那肯定就是闹着玩的吧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暧昧对象呢？也没有啊。怪不得你不懂。要我说呀，其实我觉得李小姐一直就是把美男当弟弟看，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啊。嗯。青梅竹马姐弟恋，不就是甜甜正在追那个爱情剧吗？快走，走走走，距离拉得差不多了，快追追追追追！你别着急，静总，快点，就我这技术肯定没问题，你放心。快走啊！别着急啊，靳总，你稍等一下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看看，很快就好。关键时候掉链子。昨天说好的西瓜管够，哇！谢美人姐，
什么情况？哦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著名植物学专家张宇教授。庄教授刚刚从国外交流访学回来，正好来我们白猿野调，华大植物学的李主任就给我们站长引荐了。刚刚我们正在讨论关于保护地的规划和想法呢。不，啊，什么？副教授，而且是植物学副教授，懂啥鸟类保护？能有啥想法？对哦，美人姐，你也是华大的，你跟庄教授是不是认识呀？不认识。少装熟。实事求是而已。你也调来保护站干嘛？别拖我后腿。拖不拖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这两个老师一定有情况。来，坐坐坐。王警官，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作案的情况吧。刚刚庄教授已经报警了，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一些状况，现在过来就是记录整个案件。我说早上怎么跑没影了，原来跑这儿抢功劳来了。哦，昨天我看见贾三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，那个电话好像是他同伙打来的，他管那个同伙叫什么王哥，我怀疑他们手里还有一批国一国二。王哥，贾三说的这个王哥很可能是之前村民提过的王老大，听说这个人非常狡猾。现在这个季节，他们有再次大量盗猎的可能性。不过，感谢你们提供的宝贵线索。情况先了解到这里。打击犯罪呢，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。如果有需要你们配合调查的，我们会再通知你们的。那就先这样，我们先走了。说靳总都已经来咱们村采购了，咱们这还有必要吗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再说了我那个淘宝店不还开着吗，我最近搞个小活动卖得可好了，你看啊，你看看这照片还是你姐上次给我拍的呢。嘿，真漂亮。哎，这要我肯定也下单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葡萄拍得多水灵啊。甜甜姐，天这么热，喝口水呗。那谢谢。对了，美娜，啊，你等我发完快递，还有什么别的安排吗？没。那正好，今晚镇上的七夕夜市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跟姐走一趟呗。你说什么事儿非得是两个人一起去干的？这你问我，我又没有谈过恋爱，我哪知道啊？谁说他俩谈恋爱了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肯定不是谈恋爱。你说那谈恋爱的都是花前月下的，你说这俩人一大早就出门了，那哪能是谈恋爱？而且我好像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，还写着不宜出行。你等会儿我给你查。看啊，这静总，你多吃点瓜。那我吃吧。不许吃。大美，谢谢你带我来这么美的地。甜甜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送我的花也好美。不，甜甜，花儿再美也没有你美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，世界上任何的花儿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。你的嘴好甜呐。是吗？可能是因为我吃了这个吧。那我也要吃了。干嘛去？你好，请问今天民宿能借电动三轮车吗？
车被大美开去给甜甜送葡萄去了，需要我问问别人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锦泽，你这消息来源准确吗？这个消息绝对靠谱。我上次听你说你戒了这个节，我就还以为我是戒了，但别人没戒呀。正好来的路上，我怕磕了碰了，多带了好几箱葡萄，趁这个机会去夜市场全卖了，谁省得带回去了？你快搬啊！我弄完姐请你吃午饭，来。得嘞，来，快点。这个，如果可以换成买家，那在交货的时候不就可以人赃并获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昨天我也见过贾三，他随身带着凶器，你去太危险了。凶器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看来你的注意力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。我能被什么吸引啊？我是忙着看月亮了，昨天的月亮可圆了。干嘛？美人姐，昨天是初六。原来你们昨天就见过了呀？没有。我不是在拖你后腿，但是没有万全之策，我们不可以贸然行动。可现在是繁殖季，如果盗猎猖獗，会对白猿的野生鸟类种群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。更何况，王老大手里还有一批国一、国二，甚至更多濒危野生鸟类，这些你想过吗？虽然我拯救不了世界，但护你一人的周全，我愿意尽力一试。那请问庄教授有什么精妙绝伦的计划，能不能教我们一下？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方便后续行动联系。麻烦通过一下。可恶，这招倒是被你学会了。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一次一次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怕啦？我确认一下，你是不是漏了什么？还漏了什么？人设。嗯？做作。坐哪儿啊？哎，欢迎光临，二位请坐。哎，二位看看想吃点什么？啊，不用问我，问我老婆就行。你们这儿都有什么特色呀？啊，菜单上的这些都是咱们家的特色菜，您随便点。你们这儿有没有野味？那桌吃的那样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这儿是正经饭店，没有这些的。那个客人吃的是鸡。哎呀，老板，你就别装了，我们都懂的呀。我要吃的就是鸡，野的那种。林的光盛开，等候鸟飞过来。决定。
万全之策，就你，你是钢铁侠还是超人啊？虽然我拯救不了世界，但护你一人的周全，我愿意尽力一试。光天化日的，能有什么危险？不就做买卖吗？那交货呢？还能光天化日啊？那请问庄教授有什么精妙绝伦的计划？能不能教我们一下？切西瓜，庄教授可真是体贴呀！哎，不对啊，这吃东西不沾口红不是你的独门绝技吗？你怎么会被切一块西瓜给难倒？人家偶尔也要保持形象的好吗？这身好帅呀，跟美人姐肯定特别配，这一看就是真夫妻。谢谢。明明是我先帮着翘边的好吗？庄教授，我一看你的眼神立马就明白了你假扮夫妻的意思，是不是为了保护美人姐？我就说吧，你想的这满天星光为我闪亮，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。你嘴角上扬，像在宣布每场，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。喜欢你一脸的阳光，在我的视线里登场，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，没目的乱撞，快找不到方向。感觉透星光洒肩上，云朵开出新的形状，八点钟方向聊的人影被拉长，我想要慵懒的靠在你肩膀。你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，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。擦肩上，云朵开出新的形状，八点钟方向聊的人影被拉长，我想要慵懒的靠在你肩膀。你想带着满天星光